如果你有空气炸锅，先霍霍一张手抓饼，切一刀四个角，放上食材，顺时针包起来，啥蛋液啥芝麻，180度15分钟，一个香喷喷的大包子就做好了。早餐吃也太幸福了，再来做个巧克力脆皮年糕，所有材料搅拌混合均匀，倒入烤碗里，中间放巧克力，再倒入剩余面糊，表面撒点巧克力豆，蘸锅150度40分钟，快康康的个流心儿，外脆里糯，一口爆浆。2包黑芝麻糊，2颗公鸡蛋，一点牛奶搅拌均匀，170度20分钟，香甜松软的黑芝麻糊蛋糕就做好了。春节将至，收到了我的第一份2022年红包。拼多多推出了新年压岁钱的活动，1元抢2022元压岁钱，赶紧点击视频左下方和我一起参与吧，真的太幸运了。为了好好犒劳一下自己，蛋糕饮品，炸鸡烧烤，各种零食小甜品，大餐统统安排上。